陈妍希代言手机游戏，瞧瞧咱们妍希玩得那么认真，真是可爱极了。最近都忙着拍广告，还不快跟大家分享一下新造型？两个不同的陈妍希，就是一个是光妍希，一个是暗妍希，这次是更升级版了。哎呦，这是手游版的 Elsa 吗？讲到特殊造型，就想到当初陈妍希扮小龙女。小心就变成小笼包啦。其实我真的觉得小笼包这绰号还蛮可爱的，能够带给大家一点欢笑，我觉得其实也很好。话说回来，仔细看看妍希，你好像瘦了不少啦。最近好像真的有瘦了一点哎，可是其实并没有吃的比较少，跟之前其实比起来还吃的更多一点，可能是不知道，可能心情好吧。恭喜恭喜，报道。